4.8.17.3 测试版更新来啦！这次呢，在主地图新增了日本的这种鸟居，而且还是一个超级大的八字形，然后还修复涂装爆掉的 bug， 以及一些简单的 bug 修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， 今天来到 Clocking 的 4.8.17.3 测试版更新。那我们上一集的更新速报呢，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讲过了。那今天是4月16号，修复了一些东西以及新增一个区块齁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更新日志，前面这边大部分都一样啦，这个都没有特别写，主要是修复这里。那第一个跟第二个呢，因为在这个 4.8.17 版更新之后，很多人的涂装都整个爆炸。那这个涂装爆炸呢，原本是无解啦。那时候夏天有跟各位说，如果这个遇到涂装爆炸的问题，就先不要动。果不其然，官方还是把它修复好了。所以各位现在回去看爆掉的涂装，应该都是会变成正常的了。还有那个涂层啊，变成白色，没办法调色的问题，这个也是一起修复了。再来呢，还有这个不是更新了十几台车门啊，还有这些引擎盖之类的都可以开。那官方也在这次把它修复了，因为有些车引擎盖开起来会变得很怪，像是穿模的，或者是根本没办法开的，这个都一并修复了。还有上次有些车的后照镜是没办法显示的。这个也在这次更新修复了，剩下就是一些小修复以及整体的环境优化，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们在上次的更新速报就已经讲过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去看新的这个鸟居区块吧。哦，真的是超赞的。修蛋姐夏天插播一下 ，CPMS 涂装商城三月新品上架啦，全新独特涂装工法，超精致细节及涂装设计，加上经过专业的齿比及底盘调教，让你带回去又能欣赏又能体验驾驶乐趣。不管是碰车涂装、甩尾涂装、赛车涂装、原创涂装、宽体涂装、细标涂装，通通都有。CPMS 涂装商城将近200种涂装任君挑选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在 Google 搜寻 CPMSTW.com 到我们官网看看哦，或是到底下说明栏点连结过去。那我们现在再马上回去看今天的影片内容吧。它在我们 CT1 的右下角这边，多了一个八字形的区块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吧。我们过来这里有没有发现右边直接多了一个超大鸟居？好，那在我们进去之前，先开无人机来看一下哦。哇，这边其实也真的非常大，你看我们灯塔在那边，来我把这个距离开最远哦，然后旁边就是这个新的区域。你看我们进来的这边呢，这个弯道其实就可以在那边玩甩尾了，然后自己直接一个大直道下来，它是一个很长的斜坡，这边又一个鸟居，那我们就来到了这一整块八字形的这个区域哦。这个八字形呢，让我想起 Formula Drift 里面有一个赛道也是长这样八字形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，把它玩出那种感觉。那中间的部分，来前面这里有一块停车场哦，在这里车距应该也是蛮适合的哦。这边都有很多停车格，然后地板也很漂亮。那这里中间是一个桥哦，八字形这里是一个桥，旁边还有插一些旗帜。然后再来中间这里有一个瓜牛形的这里的一个区域哦，最中间就是一个鸟居哦，看起来比前面的更精致了。这整个地方呢，完全就是那种日本的风格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地上连字都是日文，虽然说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字。还有边边的这是脚踏车道，然后甚至是这些灯笼。那我们等一下过去呢，也在切晚上给各位看齁，晚上的这里超漂亮的，然后就先边甩尾哦，边给各位欣赏这个新的地方吧。好，然后我们绕一圈回来哦，这边就是我们刚刚下来的那个斜坡。这样看，其实它这个斜坡的坡度好像还蛮陡的。好，那它绕进来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哦。然后在这边拍照应该还蛮好看的。不过我车子现在整台烂掉了。那我们来切晚上给各位看哦，它这个灯都会全部亮，非常的漂亮。哇，你看这景象超美的。如果再调一下这个环境的亮度哦，这样子就比较好看。哇塞，你看这整个新地方玩甩尾绝对是超赞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去看那个停车场。哦，
刚没有看到那个停车场，现在就带各位去看一下、停车场这边呢。然后我们进来齁，它这里就真的还蛮大的，然后车位也很多，完全就是车距圣地，而且重点是没有停这个路人 AI 的车子，所以几十台车停在这边真的是会非常壮观啊。再来是车队房的这个直线加速这边呢，我们之前原本看到是前面一个 400M 后面有一个 1600M 嘛，那现在终于把它修好了，就是只有终点这边 400M 后面那个1600就直接不见了，这样才对嘛。我想说奇怪， 400M 跟 1600M 怎么那么近。那么上次啊，这些车子它其实只能开引擎盖齁，那我们现在哦，这个门也都是可以开的了，然后另一台这个 Miata 也是齁，我们上次看它开引擎盖呢，下面是穿模的，现在也把它修好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擎盖同时打开然后又开氙灯的感觉。它原本后车盖是可以开的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它又把它修掉了，可能是因为会跟这个套件冲突吧，要把这整个套件拆下来尾箱才能开。开一下车灯哦，你看这 Miata 的跳灯超够追的啦，然后把它开着齁。这边又一台 Miata， 不过它是原厂的，也没有开跳灯。我们把引擎盖打开，哇，这整个感觉就很棒啊，这台车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 4.8.17.3 测试版更新的所有内容啦。这次只是一个小更动以及修复这样子，那正式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推出啦，可能还有一些东西要再调整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以及夏天的频道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不用急打开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们这些社群或者是加入 Discord 群组与其他玩家一起交流哦。那也可以支持我们 CPMS 涂装商城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 Summer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